跟我一起旅游的到底是谁呢？朋友，是海鲜，真的。我们要去钓鱼，需要帮忙吗？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我们的目的是要吃他们的鱼。现在这个季节重视，若是采花的鱼可以采吗？花萼才是我们要采的。哦，我们要准备去盐泉，也就是他们的圣水，真的有咸呢。越学习部落传统文化，越会去了解它的部落的精神在哪里。